说一个道一个能想起哪个是哪个，连你说好多不错能说好说快别乱折，谁要乱折谁先蹲着，谁要接到铁打折，这的是说的事，说的不是也不是，刚刚山上一老僧能伸伸那头几千层，若问老僧一个脉，曾经黄河九等天，五百年前青云顿能一共四千五百冬，老僧共有八个徒弟，十八个徒弟有法名，大徒名叫青铜论杆，二徒名叫冷徒金，三徒名叫三三点子，四徒名叫点三三，五徒名叫风子霸凌，六徒名叫霸可风，七徒名叫风子挂零，八徒名叫化解风，七头乐会打千里个愣头金，会长钟三三点儿会吃管这个点三三个会猛张，都不大会打鬼子挂不都能会领军，风子挂他会小地主化学都能会点灯，老师的如幻一幻想要换来慢不能，老师一剑有了天要打徒弟整八名，也是徒弟要挨打从卖了五年，用三种光三人是在位，一起来后院守玲珑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一层，那个一掌断着四条腿，一个和尚一本经，一个饶过一口气，一个木子一盏灯，一个金陵九寺两门风格一关草盘楞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三层，三张高桌十二个腿，三个和尚三本经，三个饶过三口气，三个木子三盏灯，三个金陵十二两门风格一关草盘楞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五层，五张高桌二十腿，五个和尚五本经，五个饶过五口气，五个木子五盏灯，五个金陵二十两门风格一关草盘楞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七层，七张高桌二十八个腿，七个和尚七本经，七个饶过七口气，七个木子七盏灯，七个金陵二十八两门风格一关草盘楞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九层，九张高桌四个腿，九个和尚九本经，九个饶过九口气，九个木子九盏灯，九个金陵三十两门风格一关草盘楞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十一层，十一张高桌四个腿，十一和尚十一本经，十一饶过十一口气，十一木子十盏灯，十一金陵四十四盏灯，风格一关草盘楞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十三层，十三高桌五十二腿，十三和尚十三本经，十三个饶过十三个村长，十三个木子十三灯，十三金陵五十二盏灯，风格一关草盘楞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十二层，十二个高桌四八腿，十二和尚十二本经，十二个饶过十二个村长，十二个木子十二灯，十二金陵四十八盏灯，风格一关草盘楞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十层，十张高桌四个腿，十个和尚十本经，十个饶过七口气，十个木子十盏灯，十个金陵四十两灯，风格一关草盘楞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八层，八张高桌三盏腿，八个和尚八本经，八个饶过八口气，八个木子八盏灯，八个金陵三十二盏灯，风格一关草盘楞。